上次咧就教咗大家整聯心結，咁今次咧就會教另一款新嘅結，就叫扣環圓結。咁首先咧，右邊呢個繩咧就繞過左邊嘅繩，做一個好簡單嘅圓形形狀啦。跟住之後咧，喺圓圈嘅底部咧，我哋就做一個八字。咁你見到有一個大圈同埋細圈啦。下一個步驟咧就係右邊嘅繩咧就要環繞過下面的圈和小的圈，繞過去兩周。我們做完左邊，亦都是大圓小圓圈，我們繞過這邊兩周。現在就調校一下那個圓圈的鬆緊度和大小的個形狀。這個扣環圓結就做完了。如果大家想跟我學成結，記住2月10日來 Elements 圓方啦。